都是其实是一个历史和现代结合的一个城市，它也属于历史悠久的古都。我对成都就印象是比较深，因为我毕竟是来过两次了，去过宽窄巷子，我们这儿的旅游项目是不错的。没来之前对成都印象不是很大，但我来了之后，这个成都的印象对我太深刻了。这个成都的小吃，成都的文化，成都的生活，对我有非常大的吸引，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以后有机会我还肯定要多来成都的。我是来自美国美洲豹的姜维，刚刚看了的大运会的博物馆，我觉得非常震撼，为中国的体育健儿和有世界体育健儿而感到骄傲。我对四川的，尤其是成都的印象特别好，成都真的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，真的是很巴适，人民的生活很惬意，然后呢，山清水秀，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好，印象非常深，我非常喜欢来成都。成都我来了很多次，从第一次来差不多应该是20年前吧，第一次来成都就一直感觉成都是一座这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，所以说每次回国只要是有机会肯定是要到成都来的。我之前呢在成都待过一段时间，然后成都很多地方都去过，我就想说最重要的一句是来了成都是真的不想走，而且离开了成都是真的特别想再回来。成都就是好吃好玩好看，可以说是浓缩了很多我们中国的特色在成都。我以前是跟亲戚来到成都，还有去了一趟峨眉山，那这两个地方挺不错的，武侯祠也去过，我感觉整个成都市的这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，也非常成熟，而且我发现成都的经济很繁荣。